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哪国人？你的序号是多少？好，现在开始第一到三题，请听后复述。一，刘先生和儿子去火车站，进去以后，离开车只有五分钟了，他们跑了起来，刘先生跑得很快，先上了火车，他看见儿子还在车下面，就要下车，列车员说，先生，不能下车，车就要开了，来不及了。刘先生着急地说，不行，是我儿子要坐车，我是来送他的。二，有一个班，大部分学生毕业前就找到了工作，最后只剩下一个学生还没有找到工作。这时候有个大公司来招聘销售代表，年薪30万。于是剩下的这名学生得到了最好的工作。他不是最优秀的，但其他人都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机会。我们的一生也许可以更成功，但有时候早早地做出选择，会使我们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。三，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到了。由于气温变化等原因，人们经常会觉得身体很疲劳，想睡觉。
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困。春困虽然不是病，但是也会影响人们的学习和工作。不过，如果饮食合适，春困是可以减轻或者消失的。比如说，常吃水果、蔬菜，喝果汁儿，少吃油多的食物。好，现在开始准备第四到六题，可以在试卷上写提纲，准备时间为十分钟。
好，现在开始第四题。好，现在开始第五题。好，现在开始第六题。
好，考试现在结束，谢谢你。